帅哥你好，打扰一下。啊，你好。啊，请问这边点一首歌听吗？点歌。对。点歌怎么收费的？十元一首。十元。十元一首。对，那你会唱什么歌呢？看您这边要听什么歌，看您状态是不是有点喝多了呢？啊，我最近心情不好啊。心情不好。因为。我爱上了一个人，但是呢，我之前犯了一点点错，犯了一点错，对，但是现在，我想能不能用这样的一首歌来表达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？对你犯了错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，点一首帅哥。好的好的。